因为现在单身嘛，所以我晋升为渣女，可撩。重点是可外带，不需要有钱，不需要很帅，下面至少是。野外露出真有条件，19.5可外带。我跟你讲，这半年多以来，我听到路人哦线上的最常跟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要加油，原来叫我加油，我都讲过，我人生最讨厌听到加油两个字。依据台中创立新公司的丢丢妹，复出首场直播就有264万次观看，四小时下来营业额可达千万元内。5月29号开卖前，丢丢妹拿起渣女扇自销，还跳起最夯的哇呀哇。因为现在单身嘛，所以我晋升为渣女，可撩。重点是可外带，不需要有钱，不需要很帅，下面至少要19.5公分。秘书给他空调，规个变开。可不可以自认为自己有19.5的？哦，没有人敢承认。哦，有孩子在看课子，哦 ，OK， 没问题。有小孩在看，是不是？来哦，小朋友，你们要跟姐姐一起跳舞吗？我们跳哇呀哇呀哇，好不好？大，快点，哇哇哇！啊！你们照在哪里？你们是狗是不是？小屁股，哇哇呀哇呀哇！这个小朋友应该可以看吧？怎么一直看人家的那个？动感内裤，裤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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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里面有裤子，曝光也是底裤而已。底秀秀的婚来，哦啊哦啊哦，静秀秀的经济。开小小的花，咱就做位哦。2、2、3，4，2，3，4，没有前奏，没有前奏，没有前奏啊！底小什么呀哥？底小小的花纹来，哦啊哦啊哦！静小小的经济，开小小的花，底大大的花纹来。哦哦哦，种大大的种子，开大大的花，只要收大的花园来。哦哦哦，种要收大的种子，开要收大的花。以后记得不要听国语版的哦，我们听台语版的。